今天分享几个。天南地北的宝藏糕点，乱七七搞啾啾，各具特色，好好吃。告诉你们，今天分享几个糕点，后面发现了一个，正在开启中，里面是这样的，一共有10个，来试一下。我咬下去有没有糖？再来一口。它里面是果冻，外面是糯叽叽的口感，然后还有点安南味，还有辣丝的。天儿估计还带点丁香味，口感吃起来很清香，挺好吃的。第二个是来自深山宝藏那一口，包装是贼细心。第一层是糕点，茉莉麻花，下面是肉松麻花，随机拆一个。小杰你好可爱，有点像在吃那种绿的雪糕，绿的清香味贼浓郁，好吃的。紫薯酥，这脸色好看。另外几个很好吃啊，里面是紫薯馅，微甜不腻，好吃。它里面下来有点糯叽叽的感觉，西红柿麻花，它上面抹了肉松海苔。大家的肉松麻花我超好，它们抽一下，香喷喷的，再下去，外面裹了一层红糖，酥酥脆脆的带点甜，真的很香。还有那个小麻花，它比那份量挺多的。这真的快到心巴上了。这海苔味怎么第三个来是肉松黄酥，吃好久了，里面是个绿包装的，特别鲜甜方便。大吃一口，一口下去有肥肠，里面满满都是馅，咸蛋黄和鳄鱼搭配，最后很特别。好吃，再吃一个。它里面几个你买香味的它都行，这个很绵软，它会回弹。前面口味是有点油腻，这个很好，我准备过年吃。这个也都是我买的那绿豆糕，就像一块一块的。以我想象中咋？咬下去是沙沙的口感，坚果爆，有点咸口水，刚刚的。不过它不会很甜，木糖水果我奶奶应该爱吃。我吃过，我没人吃。